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剪科技，我是剪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我们现在出门在外，手机都会连接 WiFi， 所以我们手机会下载各种 WiFi 的万能钥匙。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分享一款由腾讯推出的软件，它可以让你随时随地的连接到 WiFi， 苹果、安卓都可以使用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安卓手机的操作方式。我们打开这款软件，点击中间的这个 WiFi 图标，我们在这个界面下拉一下，这里就会显示解锁了多少个 WiFi， 下面这些带有钥匙的 WiFi 就是可以连接的。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苹果手机的操作方式，我们打开这款软件，同样点击中间的这个 WiFi 图标，然后点击这里的解锁更多 WiFi， 再点击这里的去连接，这里带有钥匙的就是能连接的 WiFi， 这样的操作方式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这款应用我也为大家准备好了，你可在剪科技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35即可获取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